到这个时候你往下掉，走一松，肩一松，掉下去，对，动。其实他的动作很大，他的动作很集中的那个气场是很大。这个我就是要打人嘛，我也没有那个意念。但是你，你要知道，只是这个压力太大了，太大，太大，太大，对吗？哎，你赶快找我哥啊！用身体去调那个压力的。对，要保持那个压力，不能。我刚太进来了，就我压力太大了嘛，你就所以你在顶我了，手往后伸往前啊，你压力大就顶我了，你不能顶我的嘛，你要手往后，你要手往前，你就开胯就往前开，你试下开胯定咗，开唔开？开胯，开胯，开胯，开胯。我这一开胯，他就是手往上，我的思想就打过来了，而且是转过来的。哎，对，是这样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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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